我说钱罐子，嗯，你那收猪的牌儿还有礼拜天吗？这今天立起来，明天休息的，干啥呢？这是我那愿意动的就把它立上，不愿意动的我就撤了。怎的呢？哎，你买点啥呀？书房里一瓶醋，一点盐。啊，书房啊，哎，我跟你说点事儿啊。你一个人老这么不孤单吗？你年纪也不算大，你找个伴儿呗。没那想法了，等天祥结婚成家，我就算大事完毕。哎，一个人要讲究生活质量，你找个伴儿也有个相互照应啊。我跟你说啊，陪老段啊，对你有意思，真的，真的，我没骗你，你没看他俩眼儿天天盯着你吗？哎，你快找钱吧你！我看他天天盯着你。你快找钱，我没考虑那事儿呢。2.5块，1.65块，找你4块，这3块。啊，行。哎，不行。啊，忙着。哎，给你拿走吧，这没拿走呢。没关系，他盯着你，你有事找我了啊？是真盯着你的。哎呀，白说了吧，陪老庄呢，咋交代呀？有啥好交代的？交代啥呀？我给他说了这事儿，啊，我跟书房说了，他成不成是他的事儿，将来不成，一切事儿都推到老段子身上去，与我有啥关系啊？哼，这跟我没关系。我说你没关系，你咋这么损呢？他多损呢？成人之美呀，他不美还怨我呀？我成人了，我成人美成的怎的了都？姑父，嗯，找我来啥事啊？啊，你帮姑父啊，用你那个电脑那给我打一份合同。行不行？哎，这甲方是？甲方就是省紫珠繁育基地。啊，嗯，那乙方呢？乙方就是咱们县上三台农民合作社。啊，嗯，哎，姑父，咱这合同自己起草了？啊？不是我说，这合同咱现在自己起草 啊？对呀，自己起草那自己放心嘛。也是啊，嗯，行，姑父，这样，我回去拿电脑给打出来，给你印几份，回头啊，我再给你送过来。哎，好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看那大宾馆的厨师，你说他把那个那葫芦背磕那个牡丹花真好看啊！我也练练，等在家来那高级企业的时候，我也给他展现一下。哎，对了，你回来了，我跟你说一声哈，那个红富他们，我今天去把他给你领回来，保证今天回村。看钱呢，还那么老呢？这家真把合同签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回去以后千万不能跟春香说，看过合同，我是背着他拿出来的，记住了啊！哎，那叔伯，嗯，我俩现在找工长，你把钱接了就跟你回村，这就对了嘛！我说你千万记住，别说合同事儿。哎呀，说了能咋的？还能让你跪门槛子啊？还门槛子，洗衣板儿。我跟你说，我就为你俩事儿费老劲了。行，这行吗？我这现在走，走，回去吧。好嘞。树根啊，哎，咱要建一个自己的网站，以后咱买猪和卖猪的交易啊，就可以在网上进行了。哎，春星儿，嗯，郑红富他们啊，我给你叫回来了，合作社往下你就静下心来办。不过有一点我得嘱咐你。今后不管办啥事儿，不能冒失冲动。你说咱们合作社那么多户人家，你说一旦出事了，你说咱是不是得赔钱？行了，我知道了啊。哎呀，树根啊，嗯，你就放心吧，在一年之内，我保证叫咱们合作社每户社员的收入比去年翻2到3倍，你信不信？哎，你别说出来呀，你有10分把握，说7分，
那以后你实现不了，那账怎么算？这账简单的很呐，就按每户人家养30头猪，一头猪收200块钱，是不是就6000块？嗯。那一年要养3茬猪呢，啊，这不就是18000块了吗？那要是每户人家养50头呢，100头呢？哎，这个账要这么算还差不多哈。哎，你说咱们家养多少头？咱们家不养。我一想起养猪啊，就想到马凡，我呀都得了心病。你真是没病找病，你得的还是啊，跟钱过不去的病，你这不神经吗？你这是。咱家要是养猪，你不更受累了吗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跟我扯这一套。我跟你说，我只要愿意挣钱，我跟你说，我累死我都干。哎，别说100头啊，你再扣2筐葡萄，我都能干得过来。我跟你说，嘿。那好，那就把咱们家那后院那块空地全盖上猪圈。燕儿一定养100头猪。好。行，哎，咱那时候呢，你说，哎呀，100头猪。哎，对了，树根啊，咱俩等一会儿得去趟树林去。干啥去？树林啊，我和你大哥来啊，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加入合作社的事儿。眼下呢，这合作社呀再扩大，就干2件事儿。这2件事儿呢，你都能干。一件呢是种地，一件是养猪。只要你肯干呐，都能赚钱。哎，别说了，合作社我是不会加入的。为啥呀？我为啥？我为啥呀？我啥也不为，我就愿意自己干。人多了，在一起快，我嫌烦。不是，树林啊，你大嫂哎也是为你好。合作社养猪，有人提供猪崽儿，等出栏了，哎，福建那边统一收购，多好事儿啊！你怎么不干呢？哎，照这么说，这是好事儿啊，挺好的。好啥玩意儿？啥事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好啊，好啊，好得很。哎，时间一长就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了。大嫂，那合作社还要扩大呀？这眼下6-7户人家还没叫齐呢，这人多心杂，肯定会整个乱七八糟的。大包轰的事干过呀，为什么散了？后来都分田到户了，就是轰不下去了呗。要我说呀，这合作社早晚也是个散，你瞅着吧。哎呀，你行了，我一看到你我就气儿不打一处来。你看你满脑瓜的豆腐渣啊，你坐在炕上就能把合作社给看透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和你大哥来就是跟你商量的，你要不肯加入，我们也不会强求你的。可你别后悔啊，咱妈也听着呢，以后别怪咱们俩有啥好事不想着你。别净捡了好听的说了，谁离开谁还不能活了？你闭嘴！我看吧，这么的，这合作事呢，你们先干着，往后大伙真要是挣了钱，再让他加入，那也不晚。你看，妈，不用看了，我现在就让他俩死心。合作社我是永远不会加入的，你们呀，就是挣个1亿8000万，我也不眼热。得嘞，话就说到这儿吧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俺要睡觉了。春江，走。我说你啊，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呀、啊。就你这个德行，你能过上好日子，我改口我管你叫哥。愿意待待着，不愿意待着赶紧走。你走，走，憋气你，憋气你。我现在把这个入社申请表给大家发一下啊，来，小金，我帮你发一下。行，好。我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加入合作社以后啊，要服从指挥，这个买和卖都由这个合作社来统一安排。谁家有什么困难呢，要及时的提出来，等大家商量以后呢，再决定怎么办。另外啊，咱们制定了规章制度，既然是个集体嘛，就得有个规矩，谁违反了咱就处罚谁。那对对，嗯。哎，老赵，哎，小金啊，听说这个合作社这个养猪不收钱，完了之后猪养大了还有人收，这个
这不错呀，这是好事儿。给我算上一个啊，别把我落下了，我要加入合作社。行，没问题。咱们这合作社呢是入社自愿，退社自由。韩伟，给他张表上，赶快给我一张，给我记上，我也算一个。给你，我问你，春香呢？啊，春香有点事忙着呢，你就好好把这个表啊，回去让你闺女好好看看啊。一定来。一个月来啊！小钱大哥，春香，来坐呀！哎呀，钱大哥，你可真会享受了啊！啥小周，这有钱人和没钱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啊！哟，真好喝。你怎的？老钱大哥，想不想入合作社啊？我呢，守着这猪圈，还得小店儿，我这一辈子就中了。你的好意领的，我就不加入了。你怎有啥事儿咋的？啊，老钱大哥，我听说郑洪富他们几家和你签了售出合同，现在他们几家都回合作社了，他们和你签的那个售出合同，那合同签了，你来了那也不顶用啊，那他仨来了更不顶用啊，那有法律效应啊，那谁都拿不回去的呀。咱呐就先别提法律不法律的，都一个屯子住着，别太踩黑了。啊嘿！谁还没有走错道的时候啊？改了不就完了吗？这跟道不道是没关系，那白纸黑字儿、红手印印着，谁要想改，那我就告他。那我要是那张纸我都不要了，我就把猪养大了，我想卖到哪场就卖到哪场，你又能怎么办？那我就把这个往法庭上一交，他就得坐巴黎子。你这人也太没有人性了吧！就为了赚那么几个钱儿，就让人家蹲巴黎子。你干那个合作社，我还不明白你啥心理呀？合作社咋了？你干的合作社还不就是为了挣俩钱儿，跟我一样的有啥区别？你别诋毁我人格好不好？我跟你绝对不一样。哦，我不跟你在上面瞎扯。你呀，回去告诉那郑洪富，他要想要回这个，那就法庭上见。哎，都在啊！姐，爷，领导来了，坐坐。李进，嗯，春香姐，咋样？统计出来多少户了吗？一共是238户吧？对，咱们全村一共才500多户，这就接近一半了。啊，明天呢，咱们就挨家挨户的跑一趟，统计一下，这238家需要多少猪崽？等郭主任来了，咱们就把这数字给他，他就给咱们送过来了。我说。你说有那家，你说想养猪没猪圈那咋办？是啊，那咱还能花钱给他建个猪舍呀？目前咱们还没这个实力。不过合作社既然已经是集体的了，咱们可以几户联保，帮他们贷款。对呀，哎，这是个好办法啊！还有啊，咱们要把老知青一定要吸收进来，他们家太困难了。咱们办合作社的宗旨就是携手发展，共同富裕。这些困难户啊，咱不能扔下不管。其实老知青啊，不是不认干，可是说你家里摊着这么个病人，到最后啊，就是人财两空。行了，过几天呢，我们就要开个全体社员大会，我们要选出监事会和理事会的成员，还有啊，我们要选出一个监事长和理事长，到时候我们大家伙啊，就开开心心的大干一场。好，大家伙儿从明儿啊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啊！行，好的，媳妇回家吧，你别在那炕上待着了。来，媳妇哪儿呢？来，你说柳春香越干越大着呢，卖猪赔钱的风还没刮利索呢，大伙儿也不怕再上当受骗，都跟着他去，简直是邪了门了。你看，爸，咱也加入合作社呗？胡闹！咱加入合作社是他听我的还是我听他的？村里的事儿听你的，合作社的事儿听他的呗。合作社的事儿就不是村里的事儿了？哎呦，你咋计较那么多呢？大伙富不就完了？
我可听别人说，柳春香这回进城认识了几个专家学者，又赊他紫珠，又答应帮他收购，这家回来嘚瑟的不够他张狂的了，整个村子让他拉去半拉。我是担心呢，他将来把你架空了，就没人听你说话了。如果他能把咱上三台村变成小康村，我可以听他的，这没啥。可他不是那块料，我愁的是担心他把大伙带沟里去，这烂摊子到时候我得咋收拾。你别担心别人了，别人把你带沟里就行。哼，爸，哎，我建议你加入合作社吧。你看，你一来可以帮春香姑把把关，你也替他出出主意；二来，你万一发现他有啥势头不对，马上可以制止他。你说对不？哼，柳春香，今非昔比呀。大哥，哎，春香来了。嗯，大哥，我给大嫂带了点鸡蛋。哎呀，每天啊给她蒸几个鸡蛋糕，咱农村也没别的。干啥呀？你太客气了，你看，净麻烦你了。你从来没小看过大哥啊，大哥感谢你啊。得了，我进屋看看大嫂。哎，大嫂，给你带了点鸡蛋。哎呦，让你费心了。大嫂，咋样？还行吧，气色挺好的。大嫂，你能不能给我惊喜啊？扑蹭一下站起来。大嫂，啥都别想啊，把身体养好啊。嗯，我和大哥还要商量点合作事儿的事儿，我出去一下啊。哎，我走了。去吧。哎，咋样？大哥，大嫂这一躺就十几年，你能始终如一的照顾她，我挺佩服你的。嗨，两口子，哎呦，两口子过日子，有难同当呗。嗨，实际做人呐，这一辈子都不能忘本，你说对吧？想当年，你大哥我因为父母政治上有问题，返不了城。那时候返城是大事儿，上三台就两个青年返不了城，都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一男一女，男的是我从延边来的，女的就是王秀兰从北京来的。王秀兰，钱矿子他老婆。那个时候，你艳华大嫂她娘家反对我们这门亲事，不同意跟我结婚。你艳华大嫂啊，不顾家里反对，硬是跟我结了婚，一个大子儿没要，家包就跟我来了，这份感情能忘吗？是吧？你别说你大嫂，躺下八年，就是一辈子，我也要陪着她。哎，大哥，嗯，你觉得咱合作社咋样？那还咋样？挺好呗。大家伙在一起干活，那肯定差不了。那你看，你都说好了，那你就应该加入进去啊。我？不行，那我去了，哎呀，那不是给你们添累赘吗？哎呀，我跟大伙都商量过了，都同意。哎，真的？哎，那我先谢谢你了。哎呀，你得了吧，我到这儿来又不是让你谢我的，你赶快想一想，想好了告诉我。行。大嫂，你好好养病啊，我过几天来看你。我再坐会儿了啊。啊，不坐了。春香，那你慢走啊。哎呀，我正在准备挥毫泼墨。是不是谁家娶新媳妇儿叫你写喜字啊？
咋回事儿啊？你说说，你忘了？郭主任今天不要来吗？我得写点欢迎词挂在村口啊。郭主任又不是领导，你写完了挂出去，那王大人咋想啊？郭主任对咱们就是领导，那领导来了，那你不热烈点那能行吗？行了，这怎么不写了？今天不写了，等王大印让你写的时候你再写，你不迟。你说有这好事，你说他能让给我？再说了，王大印那两刷子我真没看上。哎呀，你能看上谁呀？就你那两刷子，就写过对联福字，你还写过啥呀？要不我写一幅字送给郭主任。行了吧你啊，你就刻个萝卜章送给他就行了。哎，这个主意好，我现在就刻。你赶快回来吧你啊。嗯跟你说说你还来劲儿呢你。郭主任马上就到了，你赶快把衣服换一换。哎，对，换衣服。一会儿郭主任来了以后呢，咱们热情一点，鼓掌欢迎。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来，郭主任。哎呀，你好。欢迎你来指导我们合作社。你好。你好。这都是社员吗？对，都是。你不说就六户吗？哪儿啊？我们现在238户呢。好。听说你来帮助我们的合作社，大家伙儿都加入进来了，我还在愁呢。郭主任有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来满足我们呢？柳春香，你可不要讲我啊！合作社的队伍越大，我是越有信心。我们这次来啊，一是给你们送点好紫珠来，二呢是对你们合作社都非常感兴趣，要研究研究合作社对当前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作用。好，我们一定会配合你们的工作。咱们进村参观参观。你刚才说是怎么的？省里真的给合作社送周告来了？嗯，我不真的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清除。这事儿坏了，那合作社要是养起猪来，那得有咱好日子过呢？没咱好日子过了。哎呀，人家养猪碍着咱啥事儿了呢？你不明白这事儿，这事儿相当重要。猪一多了，销路就成了问题了。产能过剩，那不价钱就下来了吗？这阵他们养那么多猪，他得想办法呀，往哪卖呀？柳春香他就得去找销路去，他找着了，咱们就捞不着啥了吗？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顺顺当当把这事干成了。我吃肉，他们喝点汤行；他吃肉，让我喝汤那不行。我得想点办法。基础不错。各家各户建设齐备，你要真能把猪的产业做大，以后咱们就成为合作伙伴。我长期供应你仔猪，我的仔猪可都是改良后的优良品种，纯正的瘦肉型，那市场上可是抢手货呀。太好了，这个每年的饲养量呢都在递增，等我们赚了钱，我就在村口建个功德碑给你，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。这个就免了。支持农民发展农村，振兴农业也是我们的职责，跟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呀，怎么做都不过分。刘春阳，你妄图成立非法组织，你打着公投知否的旗号招摇撞骗，你骗得了资助，然后你又到银行骗贷款，你得了款以后你拍屁股就跑了，你胆肥啊你啊！我不会让你阴谋得逞的，我明天法院就来抓你走。钱罐子，你要对你自己说来话负责任。我这当然要负责任，你就是个大忽悠。领导同志们，你们把资助送给他，那钱再也没有回头之日了。你们会做辣的，你不信我的话，你就问王主任。陈冠子，你说什么？你说犯病了？你郭主任，你给我做主。不是你，你还说？我跟你说，他就是我们村啊一个神经病，平常老犯病，没吃药劲儿劲儿。郭主任，对不起啊，我们走吧，哎，你把那些破玩意拿出来干啥呀？你给那翻车啥呢？布局呢还是摆阵呢？破玩意，这是咱家20年的生活档案，破玩意。
哎，我念给你一条，听听。你念。小林，听着啊。1978年6月23日，孙梅去乡供销社，用家里仅有的3.6块买了火柴2盒（括弧2分钱一盒）（括弧完了），买了20青石布（括弧7毛钱一尺）（括弧完了），给我做了一条大裤衩子，大花裤衩子。对，那是花的。这记得你看有这事儿吧？花了，别笑，你听着啊，花了6毛钱买半斤肥肉回来烤成荤油，留着炖菜用啊！听见没有？都没舍得吃烤荤油了。孙梅把剩下的1.26块让我锁起来，留着下个月用。我再给你念一个，你听听。哎。2001年2月9号，刚才那是78年的吧？这是2001年2月9号，我去商场买回29寸大彩电一台，4600元整，脚柜一个210元，微波炉一台2200块。老伴儿问咱家有煤气灶，还买微波炉干什么？我说。国家都有大火车了，为什么还要造飞机呢？各有各的用。田磊还说呢，你说你多能抬杠。我说我这记着，全吧还破玩意，相差20年，从2.36块到7000多块，3000多倍，啊，柳春香还嫌发展慢呢，要办合作社。那合作社能像火箭似的把农民带上天呐？改明啊，我就把这些本儿我拿给他看看啊。什么叫变化？什么叫进步？不知足，瞎折腾。哎呀，中了中了，操这份闲心干啥呀？闲的。爸，有情况了。咋了？来来来，慢点吃瓜。哎呦，这个瓜特别甜，是当地的。哦，西瓜都下来了。来，哎，好，来，到我手里。别客气，来。钱罐子的性格向来是见硬就回，竟暗地里使劲。柳春香的性格正是他的克星，可他为什么？咋就这么大胆的敢跟柳春香针锋相对呢？理由只有一个，就是柳春香威胁到他的要害了。那郭主任问我的时候，我再咋说呀？该咋说你就咋说呗。我跟你说，你借这事儿好好治治那个疯子，顺着钱罐子的事说。把他整没电了，让他合作社办不成。还有，你可不要忘了，他可是当着大伙的面跟你断交的，你的老脸都让你丢尽了你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是。要跟我呀，有个地方我都得钻进去。别磨叨了，饭做好没有？做好，吃饭。做好，吃饭。豆腐脑来嘞！这是我们的笨墨磨出来的，都是人工的啊，是吧？软化血管，来，快吃，尝，这我办合作社啊，总是有人站出来反对。这钱罐子啊，私底下和我们社员签了买卖合同，我呢把那合同给他撕了。这钱罐子今天当着你的面啊，就是报复我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嗯，郭主任。你可不能听信钱罐子的啊！你赊给那社员那个猪，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我就把我们家所有的家产，我都抵押出去。嗨，没那么严重，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思考，不会受人左右的。那太好了。嗯，不过有一点肯定啊，你是个会过日子的人。春香啊，咱们几个一会儿在村里随便转转，你们就不用陪同了。等转完了，咱们再碰个面，怎么样？哥哥，
这猪圈真要是整起来的话，能养100头猪都不止呢。嗯，盖完看吧，能养多少养多少。这亏得没去种葡萄，要是去种葡萄的话，你能生来葡萄苗吗？那也不一定。那你拉倒吧。哼，哎，哥哥，说实话，是不是因为我们能生来仔猪，你才放我们合作社一把的？说啥呢？咱俩可是打小的朋友，白处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小子也不是块好饼。我不是块好饼，你是块好饼。我啥时候跟你说那事儿？我跟你说，你没跟你春香姐说？我跟你说，你他妈叛徒！你跟你说，春香姐，你俩笑啥呢？没笑啥。春香姐，我听说今天中午请人吃饭，才花了30来块钱，有点小气呀，你这样。谁让咱们穷嘛？其实啊，我这心里边也挺不得劲儿的，不就是因为咱腰包里没钱，没办法吗？哎呀，王主任，啊，省里来的郭主任在村委会等你呢。这咋还真来了？真来了。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你记住了吧？要不你去上朝？走走走。我跟你说，你不用不听我的，早晚有你哭那天。妈，啥事儿啊？啥事儿你少打听啊，别跟参了。不是你这一天天参政摄政的，你以为你是老佛爷啊？我是你家老祖宗，行了吧？小叶子，你好，你好，您是村主任？啊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就中午回家吃个饭。哦，没想到你在这儿来了，没吃饭去吗？这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在水库他们请我们吃的鱼。搁那儿吃啥？挺好。我还没吃完呢，上我家吃点呗。不，咸鸭蛋啥的，农家菜。吃完了。那啥，到屋。好，行，省领导请。哎，买饮料去。哎，什么呀？钱呢？这才400块钱，人家可是省里来的领导，你得上点档次。易拉罐，对，易拉罐，易拉罐啊，易拉罐够。哎，快点！你肖劲，你说什么叫朋友？你说呢？朋友就是能说心里话。我讲，说。哎，我说肖劲，你别笑，我跟你说，那钱得记账上，你别能因为大家的事儿，我们家老掏钱，听着没？放心吧。这事儿啊，肯定得记账上了。这次就算了，合作社呀，如果发展起来了，有了集体的积累啊，以后这笔钱呢就从这儿出；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这笔钱呢就算我为大家尽义务了。哎，你这样不好吧？你这掏来掏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？根根说的有道理，老这样下去也不合适。我看，要不让各家各户再起点钱，当做咱们招待啊、出差的费用。这可不行。这个时候，大家正需要鼓励的时候，这一齐钱，那就齐出想法出来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搭就搭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你别看着我，我就搭了，怎么着？哎，春香姐，啊，这郭主任说就到村里转一转，这么半天了，咋还不回来呢？那就对咱不信任呗。嗨，我看那子猪事儿有点悬。你说经这个钱罐这么一闹腾，你说对咱们影响太大了，你说。钱罐子真不是东西，你说咱们养猪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说，哎，你是柳春香是吧？啊，是啊。我们是县人民法院的。啊，钱有才投诉你撕毁别人合同，企图销毁证据，这是法院的传票，希望你们下周一到法院去应诉。不是，这怎么还摊上官司了？你叫啥呀你？这件事啊，千万不能让郭主任知道。这是钱有才的超市吧？啊。钱有才在不在？他我们是人民法院的，找他核实点情况。哦，那个，我喊他去。嗯啊，我喊他，老钱，老钱，老钱，法院，保守，法院来人找你呢，啥事儿这是？法院来人咋的？我也没犯啥事儿啊。你这喂猪，我看看去。啊，小静啊，啊，你先回家吧，等会儿有事儿啊，我再叫你。要不我再跟你一块儿等等郭主任吧，别出啥岔子呀。哎，郭主任啥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，你回去眯瞪一会儿啊。
那我就放这儿了啊。嗯，放这儿吧。那行，春香姐，有啥事儿你就招呼我。啊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来啊。哎，春香啊，买几根冰棍吧，太热了。啊，行啊。哎，来，你拿这壶去买，多买几根。哎，等一会儿郭主任回来啊，给他吃。嗯。干啥呀？钱呢？这点钱你也没有。啊，快去吧！就十块呀！哎，你快去吧，够了！哎，你快点回来啊！我一定到。啊，好的。法官同志，柳春香知道了吗？他已经知道了，我们通知完了。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啊！我不送，慢走啊！哎，这俩人走了。你不喂猪跑这干啥来了？我喂完了，咋回事啊？啥咋回事啊？船票看见了吗？我把柳春香给告上去了。啊？你啥事告的？我咋不知道呢？你知道不告他，他把合同给我撕了。我不告他，告谁呀？这一天家伙，看把他狂的。我治不了他，我到法院治他，看他还狂。哎呦，我说老钱呐，你这没事找事儿吗？你打官司，你打官司不花钱呐？打官司花钱呢？谁输了谁花钱呢？哎，我衣服你看哪儿去了？衣服，那在这儿衣服，你等着，你看着店啊。我去一趟省里来人了，我得到那儿给他点把火，浇点油。啊，你那儿等着，好好看店。我呀，当了二十几年村干部，农民自己办合作社，没听说过。你说他算大包工吧？还不是，你要说他不是吧？你说他还那么多人在一起，像我这样的村干部，就是井里的蛤蟆，啊，能见到的天是有限的，也不知道合作社到底是个啥东西。反正我挺担心的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合作社是农民的一个创造，符合自然规律，这是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后的必然产物。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。当年那小岗村，18户农民按手印，才有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。那么合作社是否能成为继小岗村之后的农民第二个创举，还有待时间来验证。我对合作社这种农民致富奔小康所选择的道路很感兴趣，我想帮他们一把。不知道王主任对我的做法是怎么看的？这个我可说不太好，我村委会可不敢打这个保票。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小岗村的事儿，这个跟合作社倒挺像的，只是柳春香能把合作社带出个什么样子，这个我说不好。哎，老五啊。这哪能喝这玩意儿呢？你又贵又不解渴呢，吃冰棍儿啊？这是王主任让我给省里领导买的。哦，哎呀，这王大主任挺上讲究啊！啊，在我的建议下。啊，哎，那个郭主任他们去找村主任了。啊，在村委会呢，不给你白活了，我得走了。哦。哎，嫂子，来给我装十根那个8毛冰棍儿。不用。嗯。来了啊，来来，我来。不是啊，老田大哥呢？我出去了，出去半天了。那谁，法院人没到你家来？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啥都不知道，喂猪呢，啥也听不见。哦，那下周一咱们两家要打官司，你不知道？没听说。哎呀！这么大事，嫂子你都不知道。钱大哥这回要到法院呢，没准就回不来了，最少也得判个10年8年的。你是胡咧咧啥呢？10年8年的啊，要判判你家春香啊！真是，要不是他把那合同撕了，能告他去？哎，不是啊，你凭什么判我们家春香啊？老钱大哥卖猪中间拿抽头，那是违法犯罪，不判他判春香，替李南荣那是。啥？刘南荣啊！啊！哎呦，
那这事儿可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你帮我看会儿店，我要去找他去。哎，嫂子，你说我哪会看这玩意儿？你就告诉我他到哪儿去了，我去找他。那也行。我跟你说，兄弟，咱们俩这打啥官司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又没劲又花钱，你见他面好好跟他商量商量。我跟你说，嫂子，你说话我最愿意听。啊，哎，行，我去找他商量一下，好不好？嗯，哎。钱啊，好好说。王主任，你对柳春香本人怎么看？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把农民组织起来，管理好这个集体？柳春香这人本质不坏，为人热情，就是有点不太成熟，有点驴性。哎，乔文，我们省里开会啊。哦，我没去找你，我找省里的郭主任。郭主任，不是，郭主任，让郭主任说。郭主任，今天那法院人来找我，就是说下周我要跟柳春香上法庭了。你像柳春香这样一个净干违法乱纪、坑蒙拐骗的事儿的人，你怎么能相信把紫珠赊给他呢？那是我是不是等于把羊送到虎口去了？不是，钱罐子，你能不能把心放正了再说吧？我敢说柳春香她不是那种人，你纯属造谣。